导演，导导导演好，导演叫奶导，奶导，什么叫奶导？他不是奶茶嘛，对不对？叫茶导呢。对对对，所以变导演了之后变奶导。大家好，真的要谢谢大家，然后谢谢五月天，反正他们就是我的及时雨，然后总是要赖着他们，连第一次拍电影都还要赖着他们，然后。 有他们真好。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消息，然后很早就知道奶茶，然后自己编剧，自己写了一部这个剧本，然后我好像有偷偷的就是知道一点点。然后我记得他那个晚上跟我说其中的一些那种桥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，因为真的光是从他嘴巴里讲出来的那些就已经很感人了，拍成电影还得了？已经开始预购了。 开始预购了，对，所以等一下你下去就可以上网买了。好，这部电影有一个很美的名字，和五月天的一首歌是同样的名字。后来的我们，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 彩排，然后那个奶茶他一来就胸有成竹，他觉得今天呢就是终于就是把电影都准备到差不多了，因为4月28号也即将上映了，然后来这边见我们这个5个好兄弟这样子，然后呢彩排的时候前奏一下，奶茶只唱了然后呢，然后他就哭了，<笑>他就哭了，哭到这首歌结束，然后所以这首刚才。 后来的我们几乎都没有彩排。刚刚就跟我自己讲说，我绝对要很开心，很那个，对。然后我是来这里加油的，我是来这个公司应征的。然后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一路都陪伴着我们。如果曾经我的某一首歌感动了你，我希望在这个电影里面，你也能够看到你自己。 那个女。